道了有这一次的逐浪计划之后，我也非常之踊跃想去参加这次计划，去了解一下海南的未来经济发展。有很多个实习都可以挑，但是我来了海南主要还是因为这边建设自贸港的这个一个举动，我对我自己而言是比较感兴趣的。这一次呢，我们提供的实习岗位呢，主要还是围绕着海南的四大主导产业、11个重点园区，和我们这个海南自贸港鼓励的这个方向上面的大型国有企业、龙头企业和上市公司，去为港澳学生提供的这个优质的就业岗位。来实习的同学呢，这次岗位的匹配度其实跟他们所学专业是非常高的。